拒绝网红脸民国女子的生活写真。民国时期的一组黑白照片记录下了哪个年代的女子生活样态。图片上的这名女子名叫曹玉芳，24岁，是一名私人秘书。图片上的这名年轻的女子名叫玛丽 Mary 金义，22岁，还是一名高校的大学生。图为右边棉纺公司新工厂里的年轻女工正在操作中国产纺织机。在日军攻占上海之前，工人们把这些纺织机拆卸下来，并耗费大量精力搬迁到国统区的大后方。图为中国妇女在后勤部队修厂缝补士兵的衣服。图片上的这名女子穿着民国时期的标志性服装，梳着短发，她的目光正看向远方。图为卢 LU 因以将军为吉尔伯特 X 切夫斯少将举办的晚会上的客人，其中也有不少女性。